竖画要垂直，用垂路竖。四级的要宽扁，横要细，竖要粗。握钩提笔的话，只能这个竖的下方，由轻到重。上去，这两点要呼应。对，两点呼应，这三个点的话，向右上方斜的成一条线。这个横间距的话不要太大，都是向右上方斜。整体这个字形要方正，长。竖画向右下方斜，横向右上方斜的，撇要高一点。这两个的话都是向中间斜的，上宽下窄。横要稍微细一点，对，向左，竖画向左下方斜的。那我们看这个横，斜的稍微短一点。要避让，斜钩要写的细，撇注意，这样的话就是横与这个撇就相互穿插避让，不要写的太长，把这个撇留出位置。最后写了个点，整体的话，这个字的话写的方正，这个笔画要稍微长一点，要。